表示，到下午5点为止，总共侦获了中共军机35架次，而其中逾越海峡中线以及进入西南空域的有18架次，解放军舰有8艘次，持续的在台湾的周边海空域活动。国军运用了任务机舰以及暗制飞弹系统，在严密的监控当中。这是今天的最新消息。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愚帮你来打折。